好，再来，咱们再来看看花美男李准基。1月11号，李准基亚洲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呢拉开帷幕了，来关心一下。Yura 新天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准基，很高兴来到上海，新年快乐。别看准基欧巴一口中文说得如此流利，一分钟前人家是这样努力练习的。Yura 新天地呢，Yura 新天地朋友们。Yura 新天地，此次来到上海，准基欧巴行程满满，但心心念念的却是螃蟹먹어봤고요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哎呦，我们美少女记者的心都要融化了。结束兵役后的准基欧巴更是在电视剧 Two Weeks 中挑战了被诬陷为杀人犯的父亲形象，让粉丝们看到他俊俏的外表下藏着的一颗温柔硬汉心。내생에단한번꼭한번사람으로살고싶어。这部剧带给李准基全新的人生体验，那就是对结婚有了期待。그렇죠안해볼순없고나이도결혼할나이이기도하고 가정을꾸리면어떨까라는생각은하죠일단지금은뭐一二三。不过准基欧巴似乎对粉丝们的表现不够满意，提出了小小的要求。哦，이런상태가됐으면좋겠어요。我希望大家的状态就变这样。既然欧巴有要求，粉丝们一定满足你。李准基真的好可爱，么么哒！上海采访报道。